啊、呃，在家里其实不穿衣服，然后我只要写歌的时候，基本上就是这个样子。那今天我不会抓头穿衣服来，呃，因为今天这个环境比较陌生，<laughs> 比较害怕一点。Enjoy this episode！哇靠，有事吗？欢迎收听帅哥最多的 Pockets！哇靠，有事吗？以及在 YouTube 上面收看的朋友，大家好，我是吴小茂，我是阿平，有肉有肉，今天有肉，听起来特别兴奋，我们两个，而且蛮大块的哦。<laughs> <laughs> 欢迎曾义祥，大家好，我是曾义祥、ST、S T。为什么叫 S T 啊？啊，uh, 因为我的英文名字是 Sean S E，a 然后我的姓字是曾，所以我就把它缩写，然后我朋友都叫我 S T 这样子。从、oh. 以前到现在就是比较好叫了，比较好记。因为曾义祥这名字，其实我自己是觉得蛮菜奇阿米亚的。 然后后来，影响、嗯、大学生了没的那一位吗？对，其实蛮多人，蛮多人都会，<laughs> 对，蛮多人都会叫我来抓蛇，对,对，<laughs> 所以我就觉得好像有点奇怪，所以就想说叫 S T 比较简单哦。哎、欸，我说真的，叫做像的人都还蛮好看的，<laughs> 我真的没有认识一个 <laughs> 长得不好看的 <laughs> 好看像。对，谢谢毛毛哥。啊，最近推出写真 N F T，对，没错。 为什么会有这个想法？嗯，就是 NFT 是一个对对创作者是一个非常好的平台，所以我就想说，今年我就来试看看 NFT 这个东西。因为今年我刚好也创作了一首单曲，叫做《算了这样也不错》。嗯，那想说可以结合这个写真的东西，然后上架到 NFT 做一个贩售，试试看试水温。嗯，但你这样很不方便啊！<laughs> 什<麼>每什麼每个来上我们节目的写真男星。 你是说会有会有书是是？对啊，就可以给观众看一下。哦、然后现在我们看不到呢。对，对<吧>那那那倒是。那所以，我之后可能会有想说，啊、呃，我跟我的那个伙伴有在讨论说，要不要就是出第二版啊、呃、？maybe 是实体的，或者是电子写真书这样子。嗯、我手边有一些电子的啦，就是大家不知道看不看得到、哦、啊。我还是我们独享就好了。<laughs> <laughs> 后置的时候分享给大家看，会飞给大家看好吗？你们记得去看 YouTube。 其实都蛮青春跟阳光的、欸欸。这张就是口述一下，他就是在裸着上身录音，对着麦克风唱歌吗？对，因为其实我在家里创作的状态其实就是这样，就是啊、呃，在家里其实不穿衣服，然后我只要写歌的时候，基本上就是这个样子。那今天。 我会专门有穿衣服来，呃，因为今天这个环境比较陌生，比较害怕一点。还是在家里不穿衣服蛮好看的哦，在家不能就很舒服啊。其实你们在家应该也不穿衣服吧？有啊，啊，真的假的？会吗？呃，我会穿呢。哦，真的哦，对，茂茂哥，我可以全裸哦，这全裸太夸张，内裤也不穿，因为他自己一个我自己一个人住啊。对，哦，那也是也是 OK 啦，自己住的话，嗯，对啊，那。 我是穿内裤了，不可能全裸。Oh. <laughs> 那你穿哪一种内裤？嗯，视角。聊到内裤来，四 <laughs> 角的。写真集的尺度是什么？写真集的尺度，其实我一直都是想要以比较健康跟性感，就是我没有打算要走三情的路线，嗯、所以其实最大的尺度也只有到三角裤而已。那三角裤其实已经是我平常不会去触碰的的的穿着方式。 什么意思？就是他不穿三角裤的意思、啊。对对对，我不穿三角裤。为什么？呃，我就是有点卡，就是我觉得可能不是那么舒服。<laughs> 哎呦，骄 <laughs> 傲的意思？不是不是不是，就是可能习惯啊习惯。嗯，对啊，要么就是穿四角裤，要么就是不穿内裤，就是这样子。可是你们拍有穿内裤吗？啊，今天有穿。<laughs> <laughs> 但你们拍写真的时候穿的三角裤应该会小一号吧？你说。 呃，size，對、啊、呃，买的时候吗？对啊，其实就是买刚好就是能穿的范围，就也不会太大，也不会说刻意买的很小，买的很小好像也也蛮奇是故意是不是？对啊，不是、就是，收起来，他打他打包，<跟>哦，对他、啊、跟写真女性一样，那个比尼要小一点点，特地买小比大沒、欸。没有没、欸、有，好像这一次没有特地的，下次我可以试看看。<laughs> <laughs> 而且你是不是对于你的就是呃下半部？ 保护的很好啊，什么不保？什么意思？<laughs> 其实有哎、欸，因为我我其实还是一个偏害羞的一个人，就是这这部分呐、啊，所以我还是做了蛮多防走光的一些设施。因为我有看你在拍写真，写真的过程中，关关有去拍嘛？对对对对对，没错没错。然后好像摄影师有叫你不断的把裤子往下拉，你就会显露出一个你是一个害羞的样子。 对，因为我平常不会去做这个动作啊，所以就是这比较刻意的动作，还是会有点害羞。而且都都是人的时候，我觉得特别在更害羞一点，都是人。对，就是现场啊，现场很多人在观看的时候，对，有有有其他人观看的时候，可能就比较害羞一点。所以你的防走光是里面会多穿一件内裤，或者是会塞一些东西。 没有哎、欸，我就是在拍的过程中会不断的低头看一下有没有 <laughs> <laughs> 有没有一些怕跑出来不该不该出现的东西、啊。哎 <laughs>、欸，我有个问题，OK，就是你们现在很多 IG 上面的猛男啊，只要是有穿三角裤或四角裤的，重点部位都要做一个那个特殊的处理，是为什么啊？Oh、因为其实像胶带这样，对其他。 人我不了解，但是我自己是觉得说，我也怕说有点太裸露哦，在社群平台上面哦,哦，你是怕太裸露、哦？我是怕太裸露哦,<對>哦，因为 I G 是有一个审查机制啊。最近就是如果你太夸张的话，就是太明显的话，是他会直接认为那是有跟性有关系的图、哦、片，就像 Y T 的黄标这样。对，然后他会直接把你下架，演算法的方面。對對對對 哦，这<后>这我倒是不知道，我是、嗯、我是怕太裸露而已。我就是自律的，自己先把它贴起来。对对对对对对，<样>怕大家就是会觉得说啊，我好像就是只只是只是靠这个就是被看见的，但其实我也很喜欢其他，比如运动啊、写歌啊，或是。 呃，拍广告啊，拍平民嘛？没有，我们就是要看见这个。哎呀，把它遮起来，我们都看不到。我們每次都觉得很生气，很想把那一块涂掉。你是说，当你用手机放大的时候，就只有一个胶带在那？<laughs> 对呀、啊，现在超多人遮的遮屁遮啊！<laughs> 还是要还是要？<laughs> 那如果他出写真书，你会花钱买吗？他应该会送我吧？哎，<laughs> <laughs> 会会会，一定会一定会。因为我对他身材很好奇，就是他有时候很。 大只，有时候就是很精瘦、精壮、嗯、<哼>精壮的那个路线，就是我会很喜欢的。好像一般大众都是比较喜欢精壮的路线。那因为其实我们的，因为我们那是我会忽大忽小，是因为比赛力、<裡> <laughs> <laughs> 身材、身材，就是身材，因为我们比赛的关系，我们会分为增肌期跟减脂期。那其实到增肌期的时候，其实都是蛮。 蛮多人比较会觉得没那么好看的身材，但其实反而我们会蛮喜欢自己增肌期的样子，因为我们都在追求一个比较厚重的的形态。你说肉很大块的时候，你自己很开心？对，其实会自己会蛮开心，但其实很明显的比较增肌期的时候，呃，拍摄工作就会比较少一点。哦、oh. 喔，会有、喔、会有会有，oh. 大家还是比较喜欢金石的状态。然后只要回到金石状态的时候，其实拍摄工作就陆陆续续就会比较多一点。 嗯、好神秘哦！那女朋友比较喜欢哪一种？女朋友哦，嗯、忽大忽小的大。<laughs> <laughs> 女朋友我，我我没有特别问她，但我觉得她也应该也是觉得金石比较好看。她的反应总是会让你很明显吧？就是如果你很壮，然后她就是一直摸你的话，她就是次次也不会就，<laughs> 就表示她比较喜欢啊。<laughs> 但如果你很壮，他她都不太想摸你，就是她觉得还好。 呃，还好哎、欸，我觉得他他可能是带一个比较专业的角度，就是知道 <laughs> 是要多专业。<laughs> 可能因为毕竟是我女朋友，所以她知道说比赛就有分增肌跟减脂，所以她也了解说选手的的生活形态大概是什么样子。哦，对、啊、他不摸你的那个时期，你会失落吗？自摸？q 自不去摸，是也不用啊。對,對,对，是也不会啦。其实还好。你你比赛是比哪一种啊？我比健体。健体是穿。 海滩裤的对，海滩裤的话是比上半身居多，就是肩宽比，就是人家说倒三角的比例。哦、那健美是比较比，他是穿三角裤的，所以就是比大谁大，然后切线明显。那我们、哦、说肌肉，听起来感觉都一样啊，<laughs> 不太一样，不太，因为呃健体健体比较想成是一个 model 的比赛，嗯、就是身材比例为主，所以即便你很大。 可是你的比例不好看，那也是扣分的，哦、所以它是以比例为主。但健美就是大，而且你们去比赛的时候都要喷那个，对，喷那个肤色剂，然后脸不会喷，对不对？脸不会喷，所以所以很<笑>好,好笑哦。很多人现场的，其实很多人都问我说，为什么比赛要把脸涂白？但是其实我是把身体涂黑，欸、我没有把脸涂白。那为什么脸不顺便一起涂？因为那个肤色剂其实很难洗，那个基本上要洗一个月才洗得掉。 然后你的洗，要帮忙吗？<laughs> <laughs> 你是说帮他洗一整个月 <laughs>？哇，那可能很累啊、哦。<laughs> 对，那你洗有时候会呃不均匀，所以在脸上的话就没这么好看，嗯、看起来会很脏脏的。而且你穿海滩裤的话，会是你就会有一个海滩裤的白色的裤子啊、哦？没有没有，不会不会，因为我们喷的时候是两种方式，一种是穿内裤喷，一种是全裸喷。哦，对哦，那你是我是穿内裤喷，<laughs> 但是全裸喷的话要。 橘橘也会被喷到吗？啊、呃，就是会稍微遮一下，<Why? S 2> 因为因为如果你在台上你露出你的肤色是不均匀的，也是扣分的啊。欸、哦，这个也是扣分的，所以一定要把它喷的均匀。所以你那个当你海滩裤脱下来的时候，你的大腿还是黑的,黑的古铜色，还是古铜色？但你那一包就是都白的，白色白 <laughs> 白展<斬>旗。<laughs> 对啊，就大致上是这个样子，很特别。 好好笑的画面、喔，难 <laughs> <laughs> 想象<像>。这次的这个 NFT 只有限量八十八份啊、喔。对，那每一份有不同的主题。对，每一份有不同主题，然后其中八份是综合，就是所有的主题都有。只有份、啊、一份有多少张？呃，如果是一种主题的话，一份是三到四张。嗯、那如果是综合的话，大概有二十四到二十五张。 这些主题有戏水、沐浴、出浴、床伴。沐浴跟出浴有什么不一样？呃，一个是洗澡，一个是泡澡，一个是出来了。从从浴室离来了，不是？你不要害我被黄标也是从浴室离开啊出出浴室，出浴室，对，出浴室。哎，我我要说，我们真的很容易被黄标，你就尽量讲，真的。我们没有在 care 那黄标了，无所谓了。一个是湿哒哒的，一个是干的。 那那,那喜欢湿哒哒的还是干的？麻烦帮我订一份出狱好吗？<laughs> 我要出来了。<laughs> <laughs> 那床伴呢？床伴就是呃，在床上的照片，就是、尺度是不是比较大？床伴比较大一点，床伴就真的是比较大一點，而且我的那个伙伴在拍摄过程中一直不断的在突破我的尺度。 哦，oh, 怎么说？就是可能我们本来讨论好，因为这個、这个计划是我们两个讨论，那讨论好原本是只穿三角裤，嗯、那到拍摄当天，因为他也是我，其实我当兵的同梯，嗯，那其实我们彼此该看的都都看过了，<laughs> 真的是这样。然后到拍摄当天的时候，床扮这这一趴的时候，是只有我们两个在床在在房间里面啊，清场哦，呃，算是算是啊，因为其实现场工作人员也没有到很多了，嗯，但然后他就会开始说，你要不要？嗯 拉下来一點，等一下，关小婉有看到吗？<laughs> 呃，关关那时候还没到，<laughs> 那时候还没到，我、哦、那时候已经拍完了，生 <laughs> 气<氣>，还没到，还没到。嗯、然后他就会说，哎、欸，要不要拉下來一点？要不要拉下來一点？然后到最后，其实他有叫我背部全裸拍一个啊、嗯，但最后我还是选择不要放。<laughs> 为什么？就是没有盖床单的，呃，盖一半啊。嗯、对，因为我我还是很担心说这一个作品，我想要呈现的是比较健康跟阳光性感，但我没有想要到。 冲突啊，呃，可能慢慢来吧，之后吧，之后我觉得再再慢慢突破自己。不行，这样会输别人很多。没关系，没关系，<laughs> 没关系。它可以三部曲啊，就是现在是在一部曲，第二部曲是背部全裸，第三部曲是正面的。你觉得全裸吗？<laughs> 正面不行，<laughs> 是黄标啊。<laughs> 所以床伴的主题就是跟床单在一起，对，在床上拍照，就像有点像睡觉的。 要睡觉前的那种概念。那书卷呢？是穿什么？四角裤。然后 Pass 不用这一题，<laughs> <laughs> 因为他喜欢西装。嗯，穿内裤的是哪哪几个？每一件都穿內褲、啊，每一件都穿内裤啊。他都有拖啦。对对，其实每一件都穿内裤，<laughs> 好像在买菜，然后很计较，<laughs> 没有好像。我觉得你就是买综合的就好了。<laughs> 可是综合要抽吗？对，NFT 它的它的方式其实是用抽的。嗯，对啊，它叫盲盒的概念、欸。我要说了这么多，现场人不就在这吗？为什么我们要去抽盲盒了？所以你想要看哪里？<laughs> 看上半身吧，<laughs> 那要看下半身吧？<laughs> <laughs> 你现在身材是？我们刚刚有讨论大致跟精壮。<對>現我现在其实是就是一般，就是也不是多，也不是说太精壮。 嗯，那也不是说特别大只，嗯，对啊，那你给阿平检查一下，怎么检？你说直接触摸那样吗？用手吗？就是，你想用哪里？我以为他要解扣子，哎，他就是没有到很晶石了，哎，我觉得你会吓一跳，这真的很什么意思？这个这个这个不合理吧？这个很，这冰块很很很冰块，我要摸喽，好，这个很冰块哎。 靠腰，对啊，他是冰块嘞 <laughs> <laughs>，有有那么夸我我现在其实没有到比赛那时候那么好的状态嗯，我现在其实就是一般生活舒适的状态。这个没有啊，<laughs> <laughs> 很冰块、啊、很厉害，对啊，没有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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就是可以更好啦。其实比赛状态会再更好一点。那可以解扣子吗？啊、可是帮大家抹福利？<laughs> 你说在现在吗？对啊，直接这样，还是录完之后？ 呃，现在好了，给大家看一下啦，大方一点好，是还好，我觉得有到。哎，很厉害，好不好？哎，那个 podcast 的听众朋友们，自己去看一下 YouTube，很厉害，有啊，有，真的哦，这张是 OK 的。而且因为你现在皮肤比较白嘛，对我现在比较白，就已经可以看得出那个。 哦，oh, 冰块的部分高低起伏哦，嗯 oh, 这个有过关。因为其实我自己在家里看的时候，我都会觉得现在的状态有点不合格。<laughs> 就是我我自己啊，自己的时候，因为我我知道自己的比赛的时候是什么样子，所以现在这个样子，我就会觉得有时候就会别人会，因为我朋友也会说：“哎、欸，你现在怎么样？要不要秀一下？”这样、嗯、我就觉得有点害羞，不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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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不要不要那你比较喜欢大只的你，还是我所谓的那个精壮的你？其实我我我个人。 蛮喜欢大字的自己，因为因为我从小的体态就很单薄，我我以前就是很小同同年龄就是特别小只那一种，嗯、所以到后期我开始健身的时候，我就觉得说，哎、欸，自己练大字的时候，我觉得自信心增加了很多，所以到后期我会非常非常喜欢自己，比如说增肌期，七十是七十五公斤的样子，可是很明显那时候的工作量就会锐减，钱就比较少，钱就比较，所以还是得回到。<laughs> 好一点的样子、欸。那你健身前是几公斤啊？哦，我健身前很瘦诶、欸，我健身前大概六十出头。嗯，那也还好。但是六十出头没有那么多肌肉。应该说我我我开始训练前是大概五十七到六十公斤。哦、对。哦，那真的蛮瘦的。很瘦啊，很瘦。就是以前看到以前照片，我自己都会就是吓一跳，就是哇，怎么很像小孩子？而且我健身最大的目的是想让自己看起来再成熟一点。 哦、oh,，man 一点，对我觉得太瘦，很多人都把我当小孩子、嗯、在看待。嗯，那你去比赛的时候，看到很多那种很大块的，嗯，会很喜欢吗？很喜欢啊，就是会觉得说，<laughs> 会觉得说，哇塞，他们很厉害，真的很厉害啊！那有有些是比我大两倍那一种，喜欢会想干嘛吗？呃，是不会。<laughs> <laughs> 你有梦想中的身材吗？梦想中的身材有哎、欸，但是都是外国人的样子哦，oh. 对，外国选手。 但是我我很明白说，在亚洲地区可能没办法接受这样的身材，嗯、因为那个身材有点太对亚洲人讲太 over、嗯。但是啊、呃，我觉得很好看。嗯，那到底练大只鸡鸡会不会变小？呃，我我觉得这个这个问题其实我跟我朋友探讨过。其实我觉得不是变小，是视觉上的差异性，对，是差异性的关系，嗯、是真的看起来是有变小。 不是不是我啦 <laughs> 不是我了，我说外国人，我说外国人 <laughs> 外就是外国人的那个，这是真的变很大致的时候，是视觉上的效果。哦，对啊，但真实它是其实是没有变，没有变啊，当然不会变啊，变也太奇怪了。<laughs> <laughs> 好啦，聊聊你的音乐，因为我你以前是团体出身，是其实还蛮辛苦的在你的音乐路上面。对，因为以前我在团体的音乐风格，其实不是我所真的喜欢的风格。 其实我从高中就是听啊、呃、老舍、嗯、长大的小孩，嗯，然后到后期我进到演艺圈，原本最想做的是拍戏，嗯，结果后来就被组成唱跳团体。那我也不排斥，因为我觉得我我我本来就蛮喜欢啊、呃、多方你们会跳舞的啊？我吗？哦、对，<我>以你这么大只的身材跳舞起来，其实还蛮好看的。<laughs> 我喜欢啦，我很喜欢跳。我高中刚好也是主修舞蹈啊，嗯、就是主修就是跳舞类型的。 然后，呃，到离开团体以后，我觉得可以真正的去写自己喜欢的东西，我是蛮蛮开心的。只是说，自己做音乐的难处就是你的资金得自己投。嗯，那你之前组成团体之后就解散了嘛？因为心路比较太是发片就解散了，对，一发片就解散。<laughs> 那你那时候有没有觉得好像人生就是没了这样子？ 其实会，我觉得蛮低潮的那时候，因为呃，我觉得最主要是生，虽然说团体的时候也没赚到什么钱呐、啊，但是一解散以后，你会觉得好像一个希望破灭，因为你原本想说可以可以开始有赚钱收入的时候，嗯，马上就熄灭了，然后我就觉得蛮失落，所以我就选择直接去当兵疲，疲劳。你们是？但你真正就是感觉找到你事业上面的曙光啊，比较火起来是？ 做了健身房，然后经营了 i 之后，这样。对，我觉得真的有让我恢复希望是健身产业。嗯，对，因为我本来就喜欢运动，嗯，然后再加上说，啊、呃，我觉得健身带给我非常多的好处。嗯、第一个是我觉得它让我更有自信。我以前其实比较不敢跟别人面对面讲话，因为我我我我算是有一点小自卑的那一种人。为什么？呃，我觉得。 可能以前学生时期遇到的一些事情，比如说啊、呃，第一个我不比比同年龄的人更小资嘛。那、嗯、虽然没有到霸凌，可是当然人家会说哎矮冬瓜瘦皮猴啊,、so、people, 啊怎样之类的那种言语。哦、然后再来是呃，我也在学生时期的时候，也不是说特别优秀，不是特别会读书啊，不是特别优秀的那种学生，所以其实师长对我也是比较没有那么的。 在意跟关心，嗯，嗯对，所以其实导致我我后来有点小小自卑。嗯、那真的是接触健身以后，我觉得让我整个自信心恢复。就就找到你的人生的闪光点。对，因为我觉得说，我好像不需要靠别人给我什么样的肯定，就我自己可以去完成一件事。比如说，我可以自己让我的身体变很大只，嗯，就我自己能完成这件事情啊，嗯、<laughs> 所以我觉得自信心就来了。然后再来就是。 经营自媒体，经营自媒体，我觉得这个很重要。嗯、我我甚至跟很多朋友或者是我的学生都说，其实啊、呃，每一个人都想要被看见。嗯，那现在这时代是你有这个机会被看见，你只要愿意去花时间经营自己，你就能被看见。以前是我们在等机会嘛，那现在其实你可以自己创造机会了。嗯，在这个网络世界里面，嗯、所以你不需要一直等等机会来，你可以自己创造机会。你把自己打理好，你经营自己，嗯、很多机会就来了。嗯。 那就是拍了一些比较厉害，应该说比较好看的照片之后，应该有很蛮多粉丝涌入你的 IG，会、欸、会。那其实我蛮开心的，因为有一些啊、呃、粉丝他会私讯我跟我说，其实他们看了我拍这些东西，然后有时候认识我比较久的也知道说我以前是比较小资的那种，然后慢慢变比较壮硕一点，嗯，那他们说给他们也是一个很大的动力，就觉得他们也。 他们觉得他们也能办到这件事情嗯，嗯，但我觉得这件事情让我还蛮开心的，就是自己能够让别人有更好的啊、呃、目标跟动力，我觉得这件事对我来讲是一种呃很快乐的事情。那有转成实质的收入吗？就是来健身房，哦，会课，有啊，有有变多有变多，有那有没有就是其实不是为了健身去的，<laughs> 是为了靠近你而去的？我有遇过一个超奇怪的。 我遇过一个，就是他来我那时候，我们工作室刚成立的时候，然后他来上课，嗯，他来体验，然后体验当下呢，我我都跟体验的学生说，哎，你有任何问题你就可以问，就他问我第一个问题是我住哪里，<laughs> <laughs> 对我我我那时候，但我就是打哈哈带过，因为服务业其实你也不可能说很有态度的，我就是打哈哈，我说住附近啊，这样他就说什么路。 <laughs> 什么路这么清？要那么清？對,對,对然后我就讲了一个比较大方向，就是大马路，我不会讲说住址、啊。大马路，大马路蛮幽默的、啊。不是我，我讲一个，就是不是、啊，<laughs> 我讲一个路名，就是比较大 <laughs> 大条这样子。后来他就买课了。嗯、那买课以后，其实因为我我我会尽量避免这种事情发生，因为我觉得不要跟学生有太多的这种呃私底下的交集。 会比较好一点，因为其实大家都知道健身产业很常会没有，我们买课就是要跟你有交集。在 <laughs> <laughs> 之后我就是请其他的教练帮他上课，这样这样他会生气吧？会啊，退费啊！我就是冲着你来的，然后你就别的、啊、他退费啊。哦，oh, 他后来就要求退费，對對對然后我们就也退他的钱，因为我觉得也不要这样子勾勾滴。 那我想问，你们是，比方说，我跟你买课，是不可以指定人吗？可以，可以，可以，当然可以，当然可以。嗯、可是，当然我们要评估一下，是说会不会有其他危险性发生。嗯，对啊，就是我们也很怕遇到一些比较危险的事情，到时候跟不跟你讲，我住哪里，你突然上课拿刀捅我。<laughs> <樣>因为我有听过，就是那个很大家的连锁健身房，嗯啊、然后他们就是。 卖课给学生之后，就是派那个年轻、貌美、帅气、漂亮的卖完课之后，接下来要怎么约这个教练的课，就是约不到。对我，我也听蛮多这种，嗯，对啊，所以，所以我尽量避免这件这件事情发生啊，因为与其这样子，那不如我们一开始就断掉，嗯、<laughs> 对不对？也是蛮干脆。所以，比方说我跟你买课，我就可以一直找你上，可以啊，理论上是这样嘛？啊,啊,啊，理论上我们教练是不换的。 你跟谁买课就是跟谁上，oh. 除非就是有特殊状况，我觉得怪怪的，嗯、那我就换另外一个人给你上课，oh. 因为怪怪的，我觉得不好啊，大家身心灵都不是很健康，<laughs> 这样子不好。怪怪对，如果练起来这样，就做完蹲举练完腿的教练，今天腿好酸，这样不好，oh, <laughs> 哦，原来是这种实质的接触哦、喔。 我我以为是就是买买课之后就可以跟家人有有赖，然后就可以聊聊天之类的哦，一定会有有有啊，一定会有赖，对啊，还有吃饭的哦，对，很多很多这种，就是吃饭也算一堂哇，真的假的啊？这是我跟你讲的吧？对啊，吃饭算一堂这蛮划算，就是那饭钱谁出？对方出啊，就是所以你可以用糖数去吃饭，我不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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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 只 <laughs> 是我觉得说哇，这么这么好赚，这样子就就可以换得更多堂课，这样子。樣子哦，<對>其实我也听过蛮多类诸如此类的事情发生，所以我才更希望说我们自己的工作是不要不要这样，子，因为其实这种做不久啊。嗯，这很多纠纷的，这到后面很多很多纠纷的，嗯，然后投诉啊，Google 评论变得很不好看，这些都都不好。嗯，那其实以你自己现在经营健身房跟接业配。 其实收入应该就算很不错了，但你还要自己出钱去投入做音乐的原因是什么？因为喜欢，我觉得我喜欢这件事情，我就愿意去花呃其他的费用，嗯，去投入。嗯、对啊，因为对我来讲，这东西音乐对我来讲有点像是我的生活日记。嗯，我有时候会想很远，就是我觉得说，假如说今天我挂了。啊 假如我挂了，但最起码我的音乐、嗯、它会一直在音乐平台上面播放。OK，那可能 maybe 想我的人或者是思念我的人，他可以听到我我以前发生过什么事情，嗯，然后听我的歌可以想到我这样子，所以我觉得这是一个蛮值得值得去投资的一个艺术相关的类别。所以 MV 也是你出钱拍的？对对对，都是我自己。<laughs> 那我想要问一下，哎，请问那个算了，这样也不错的 MV。 一直绕圈圈在吃泡面，到底是什么概念？<laughs> 这个这个我，我原本我原本想啊、呃，因为我觉得泡面是，这是我自己想的。那有莱伊科的植入吗？哎、欸，我其实本来蛮想，就是这样被看见，<laughs> 但没有被看见。哎 <laughs>、欸，我我挑好久，你知道，我原本想，我原本想吃韩国泡面，但我觉得韩国看不到台湾来。<laughs> 我看到 Amy，、欸、<克>我觉得噗嗤的笑出来，<laughs> 想说到底是要表达什么？因为当时我我。 我最后挑了两个，一个是统一，嗯，一个是来一克，嗯，因为这两个都有拍很就是那种故事型的广告，然后我把他们广告全部看过一遍。<Okay. S 2> 统一比较是那种平民的心酸啊、辛苦这样，来一克比较走感情路线，嗯，比如说啊，两、呃、个两个情侣很靠近，然后说就是来一克是之类的，所以我最后才选择来一克，我觉得它是比较贴近爱情这件事情。<laughs> 然后也希望被看到，但目前还没被看到，<laughs> <laughs> 所以就是很失落的一个人在海滩一直在吃泡面这样。对，算是算是这个、嗯、原本设定的情境是这样。好深哦，很深吗？<laughs> 你说太深奥了吧？<laughs> <laughs> 然后还有先让我睡。对，是你女朋友跟你一起拍的吗？对，没错，没错，没错。你为什么要用一个面具把它遮起来？因为其实我觉得。 呃，uh, 我有时候就会比较跳到比较艺术的想法，就我觉得说，只是人的脸露出来好像没什么特别的。那有时候用独角兽去，嗯、因为我那时候选独角兽，我觉得它还蛮贴近女生，它独角兽是比较神秘嘛，嗯，然后又是一比较高雅的一个象征，嗯，那我觉得与其说直接露一个人脸，不如用这种去啊。嗯 抽象化，这样可以让每一个女生都能投入你。你女朋友有开心嗎对啊，她有想要被遮脸吗？哎、欸，她觉得很酷哎、欸，<laughs> 但她只有她那时候要拍的时候只有、欸。那是真的女朋友哈，喔、真的女朋友，真的女朋友。她 <Okay. S 1> 那时候要拍的时候只有，因为那时候我动物还还没有想好要要要买哪一只。对，她只有说不要买老虎，为什么？因为母老虎。她只有说不要买老虎，其他都可以。所以有后我,<馬>我选河 <laughs> 没有人会想河马，就最后是最后选一个高雅的独角兽。 感念我觉得比较像女生，但这首歌是不是跟你吵架都会先睡着的关系？绝对啦！对，我觉得这首歌本身也很值得讨论，<laughs> 很有趣。其实我我这首歌其实收到蛮多男网友的讯息，哦、嗯，就是说跟他们超像，因为 <laughs> 因为我觉得男生就是一个很理性的动物，那女生就是很感性啊，然后吵架的时候就是。 啊、呃，女生可能就觉得一定要吵吵到有结果，可是很多东西你不需要有结果啊。它是一体两面的，没有谁对谁错，那不如就先睡觉再说。<laughs> 你是吗，阿平？我要先把结果吵出来、啊，你一定要结果。是不是？你猫猫哥也是要结果。可是我觉得不管怎么样，就算没有结果，也要有一方先道歉。可是很多事情是没有对错的、啊，怎么道歉？哎、欸，我们举一个例子来讨论 <Okay, S 2> <論>。OK。 阿平，啊、你举例啊，你应该比较常吵架。我们是昨天才吵架，可是这很烂嘞、欸。好，什来什么？吵架是就是我们俩要出门，嗯、那我就问他说，因为我就说我要去哪里，我说、啊、我要去 IKEA，他就说哦好，然后、啊、我们就去了。那因为我们家住永和嘛，但很常去新店的 IKEA，所以我就故意挑了一个新装的 IKEA 去，就比较远，大概要骑二十分钟。嗯，骑、嗯、到那边之后，他就是。 爱动就是走超慢，然后然后脸超臭。那我就想说到底怎样？然后他说哦我身体不舒服，我就觉得那你干嘛浪费我时间？就是出门,前出門没有先就先讲，嗯，就是你就不要浪费我时间啊！嗯、<後>你看哦，这个这个我就我就我就,我就觉得没有没有对错了，因为他已经不舒服了，你还这样子。可是如果我们角色互换，今天是你不舒服，他可能是想说 OK，我我很不舒服，可是我还是陪着你。 他可能是这样的想法，可是得到你的这个回应，他一定会他会很失落啊，<laughs> 对不对？他先说，我原本的想法是我很不舒服，我陪着你，OK，我很伟大。我不用啊，我爱你。人生没有伟大、啊是，是是没错啊。就是、<laughs> 但你看这件事就没有没有没有对错之分了，像这种东西就你也不可能说要他道歉，那他也不他也不可能要你道歉，因为这件事他就是一体两面，每個人没有没的没有想法对方要道歉。<laughs> 哦，真的假的？你这么硬哦？对啊，就是对方要先道歉啊，哇塞！ 因为我会觉得你没有，<那>因为如果是我，我是不舒服的那个，我要出门前我就会跟他说：“哎、欸，我今天不太舒服，就是、我头很痛，我想要先睡觉，就是我们之后再说。”我觉得很明确的拒绝。但他不舒服了，你还要叫他道歉？对啊，很可怜呢、欸。嗯，什么的可怜？有没有多不舒服啊？可是，可是他花的是，而且也才花二十分钟而已。还是他只是因为去了太远在闹脾气？ 我也不知道，他就说他头痛，那我就会觉得花了二十分钟，没有二十分钟去，二十分钟回，是四十分钟的事情。那那那我问你，他有道歉吗？有啊，我跟你讲，你要珍惜他。<laughs> 好、啊、好好、啊，<laughs> 真的真的，我跟你讲，如果是我，我绝不道歉。为什么不道歉？这不是我的错啊。哦、oh，不是我的错，也不是你，我也不会要你道歉，也不是。所以如果换做你是阿平，你女朋友是他的另外一半，那个角色关系是这样的话。 会需要谁需要道歉吗？不用啊，他不舒服，我还要他道歉，怎么可以？嗯，对不对？那当然，如果今天换成我不舒服，你还要我道歉，那也不可以。那如果他反过来，就是他陪你去了，但他不舒服，可是他要求你道歉，还是说，我头很痛，我还陪你去那么远，我会道歉。对啊，那你还不是会道歉？<laughs> 我,我没有，我道歉并不觉得是我错，我是只是要让这件事一个 ending。你是想先睡？ 对，我只道完歉就可以睡，道完歉我就可以睡觉。哎 <laughs>、欸，我很常道歉完，他说不够诚恳，<laughs> <laughs> 把我叫起来。哎、欸，那真的很可怕、欸。所以这这首歌是我完全写，是真的真实经历，哦、真的。我睡到一半被叫起来、欸，我们还没有把话讲完。我想三点了，要讲什么？因为他还在生气、啊。生氣 <laughs> 对啊，所以我其实我,我会，我是那种。 <laughs> <laughs> 怎么样？女朋友打来查寝 <laughs>？我是我是属于那种我可以道歉，因为道歉对我来讲不是一个很重要的事情。有些人是会觉得说道歉好像就输了，其实我也没有一定要觉得赢或输这件事。我我如果道歉，就是我想让这件事 ending。对对对，道歉没有输赢哦，道歉只是要要让那个争吵结束。对，可是那你接下来有没有什么新的计划？接下来其实呃，我接下来应该下半年我有有可能会再发一首歌。 嗯對，我最近还在在在在写当中，对，但这个东西都还不确定，都还不确。其实我给自己的预期就是每年都至少要有作品出来，不管是音乐、戏剧或者是啊写、呃、真。哎、欸，可是你这样投入资金啊，你有到负债的程度吗？不会啦，不会负债。我其实我其实是一个没什么购物欲的人，所以我的钱都存下来在投这些东西。好了，希望你可以继续的为你的梦想坚持，然后你所坚持的能够。 得到你想要的成果，谢谢谢某。你的 IG 要不要广告一下？而是我的 IG 名称吗？对啊，IG 名称是 T S E N G，嗯，S E A N。哦，真的蛮难背的耶。对，会不会？你搜寻曾义祥，哎，啊，找他的中文名字就可以看得到，就有了。嗯，好，如果你喜欢我们节目的话，可以在 YouTube 跟 Pocket 上面订阅我们哦。然后期待曾义祥送我他的 NFT，谢谢，拜，拜拜。 enjoyed this episode